你真感觉大事不妙。好，好，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人，你怎么也懂？一，把一哈个小妹。我们一吃饭才是用手机。大爷家刷牙了啊！牙结石。你看，不管不管不管他。对，我好，来，今天我给你没吃啊。快你这油吃个么子？这是啥？顽固的。咋？你瞅他眼睛，如果搞不掉，还得去医院给他弄那个牙结石了。反正我们先每天给他来来。你家看来这米多没好吗？哎，听听。哎，吃不上来，来弟。能吃出来米多来了。午饭没吃，跟他说话就刷牙了。今天就这样了，明天继续啊，每天来一来啊。别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搞了。你说这角色了，赶紧逃。